哎、欸，拉拉，有个问题哦，常常在网络上看到那种泰国说什么哦百年老树啊，或者有人在那边上吊，说什么铃木还做成了佛牌啊，特别有效怎么样的？那、啊、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跟你讲啊，没有那么多什么铃木啊，有人上吊在上面要做出来就说树精，然后说那个木头怎样很屌。多有神力啊，因为有人上吊在上面还是怎样啊，几百年前我跟你讲陵墓啊，还怎么用血去喂，我跟你讲啊，这里最多啦，你们看见那边是屠宰场，有没有这个水沟啦，每天啊都是那些畜生的血水，这些树木啦你看一下，每一棵都是陵墓啦。来来来，要做佛牌来这里取牌啊，你看陵墓陵叶有没有，这个随便每一个做出来，我们一面牌都卖15,000-20,000就好了。这个铃木你看，哇，多高啊！全部用血水灌出来的，屌不屌？这样你喜不喜欢？欢迎来这边取材，卖他妈骗你那干卡生啊！